这里试过了、啊，不行的、啊。这里试过了，这里不行的、啊，这里不用测。我看有没有其他的暗器。这个是雷神，我把它拉过来看看。哎、欸，我把它拉过来，会不会被干了？哎呦呀！哦，这里蛮爽的。干、啊，他也是一个小红变而已，不用怕他。哇，我清的比他快耶！哇操，他刚刚被怪围，然后都清不掉，我来怪都清光嘞。这雷神被我屌干嘞！太猛了吧！欸，他清怪很快耶！哇操！我吓到了，我83物攻而已耶，142防。对啊，怪被我拉走了，但是我躺不住了，躺得住就强。你一定是暗棋，如果雷神加暗棋，几乎就没怪打了。干好强哦，我吓到了，我的装备就长这样了。我拿加九大马而已，但他技能系数应该不低耶。那这个技能系数不低哦。打国王副本，对，这个打国王副本应该蛮爽的。打艾比诺也不用，对啊，打艾比诺好像不用吃粉哎，可以省打粉省下来。有人金了，这个是经济还是这个应该经济啊？经济啊！今天是那个技能 TJ。